韩国瑜一定会参选总统，因为他的动机很简单。福隆王事件铁口直断，韩国瑜2020必选无疑。关键原因只有一个字，从王世坚口中说出，却让人跌破眼镜。韩国瑜既然是神啊，神爱世人嘛，神看到凡事啊，有这么多我们那个民众受苦受难，哦，那神爱世人，神一定会来解救普罗大众。谢谢王世坚议员，我觉得他越来越可爱了哈。前一天才说是王者，今天立马将韩国瑜尊称为神，超越台教等级。王世坚根本自己当教子，不惜 over my dead body 也要用肉身力拱韩国瑜。韩国瑜之于国民党，有如啊倚天剑一般呐、啊，倚天一出吼，谁与争锋？国民党既然有韩国瑜这样好的第一把手的倚天剑，你就拔出来嘛。你不要到2020哦，打输了再来怪兵器不好哦，你就拔出来。从文言文讲到金庸小说，王世坚花式力拱征召韩国瑜2020，但该如何师出有名？王世坚神跳药拿出 DC 漫画比喻，我们看过那个蝙蝠侠有没有？哦，蝙蝠侠啊，平常就回去啊，他也忙他自己的哦。那当大家有难的时候，哦，就把这个探照灯，这个蝙蝠往天空一打，就出来了。对对对对，你超人啊，对对对对。如果韩国瑜不方便把他的头像放上去，那他不妨放神力女超人哦。那一放上去，那这个所谓正义联盟哦，就会倾巢而出，这也是一个方式。从黑科黑韩大将军王世坚见证韩国瑜正性情转变力挺，100种拱韩的方式再甜都不嫌腻。这台北综合报道。